顶过一个大哥，下面人佫有一个小弟，人佫伫阮大哥啊，我吼就真欣赏阮大哥，每一日啊，拢甲我同款伫山顶所在练腹肌，拢有咧听阮听信的意思，就是吼，伫这个山顶所在练腹，但可惜啊，就是看到阮小弟吼，阮大哥就真生气。讲到阮小弟也真歹教事呢，阮当时哦，计遐好好练武，逐摆啊都要摸飞走去佚佗啦。然后，然后呢，伊哦，都要恁娘我生气，足奇怪呢。今仔透早爬起来，我嘛心想要往到大哥的房中，接阮大哥哦，准备去迄个山顶的所在练武。若是搁看到迄个龙小弟哦，我一定哦要好好甲伊教事。大家看到伊哦，来甲驾驶一摆，我的心情才会欢喜。做啥去啦？莫讲到迄个死囡仔，我吼来去迄个大哥的房间，准备向大哥请爱酒，死来去呀啊！